大家好，我是李婉婷。今天很荣幸担任这一场座谈的主持人。那我本身也是一位声音艺术工作者，那现在在辅仁大学音乐系任教。大家刚刚有看表演的举手，或之前，哇，有没有很感动？非常非常感动。然后我刚刚在里面说，我第一次发现我们这个空间的可能性竟然是这么样。不受限制的，在权威的手里哦，可以变成一个这么有我觉得我在里面，我觉得不属于这个世界上，创造了另外一个世界，让我们在里面。谢谢，很感动，谢谢。不觉得，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权威，然后让权威来开始跟大家一起来介绍。我今天读一本书哦，是叫做《如何书写现代艺术》。他说，书写的人其实不是为了让大家离这个艺术品更远，而是让大家可以更靠近这个艺术品。我想我们今天讲座也是这样。我是这个作品的创作者，然后我的背景是舞蹈，我是编舞者。学跳舞跟学创作的这个时间，大概就是也是经历了好一阵子哦，所以拥有了这个作品。然后这个作品当初也是因为有一些人生的经历，所以有一点感触，想要创作，所以这样做。那个时间其实是去年开始的。然后那时候因为疫情就没有做一个正式的发表，我原本是在国家剧院的实验剧场要做正式的演出，后来把票都退还给大家了，就封住了，然后我们就只是把它做一个影像的留存。然后在那个之后有一个机会，就在这个新阳实验室，然后节目部的主任一直他就是邀请我，那我就觉得说好像因为没有演，而那个遗憾让我就想要再次它这样。然后透过那一年的经验，然后大家看到今年的这个东西，它其实它沉淀了一段时间，然后也经历过一段时间，然后在大家面前展示。然后来到这边，我就先讲这个作品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了。然后来到这边的一些经历，其实因为我跟阿哲，我们就在那个实验剧场就已经合作了，他就是我们当时的这个现场演出的音乐家。因为来到这个空间，所以我对于这个空间非常非常不熟悉的情况下，我就探寻了很久，然后就找到伊里，然后伊里曾经也在这个空间里头做过作品，所以我们建立，我觉得啦，我想让这个作品建立在一个蛮成熟的一个情况下，重新开始。所以透过伊里，然后还有我们工程师启用，我们去了解这个空间的一种叫做最擅长的可能性，然后在这里面去讨论说这个作品到底适合怎么样在这个空间里头被呈现。因为我从年初就进来的空总，然后我们就开始不断的每一周见面，在制作这个音乐编曲，然后寻找音色，寻找这个素材，跟想象那个音场的工作，所以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去铺这些细节。整个从一月到现在，去年就开始计划了，对，就是其实蛮几个月的一个酝酿，对，很辛苦。也不好说辛苦啦，就那个时间好像蛮适合我的，因为我觉得我要做作品都要花很长很长的时候，就是我没有办法做一个快速的作品，就对我来说，所以我拉着伊里说，不行，你每周一定要再跟我见两次面这样子，然后他就百忙之中也是这样给我慢慢去找这个声音的部分，然后我就进到这边，这样。所以这个作品的由来，其实它早就诞生了，只是因为这个空间，我们针对这个声响的部分、音乐的部分来展示，编曲完全不一样，里头的素材也不大一样，就好像这个作品又穿了一件更合适的衣服，因为来到那个不一样的空间。对对。
那我们就会很好奇啊，当时本来伊琳跟您这边的合作是在实验剧场。没有，我们在实验剧场的时候还没有伊琳的加入。Okay. 那时候我跟阿哲，然后还有一个 keyboard 的编曲老师阿君，然后对我们那时候是两个现场演出的音乐家，就现场，然后跟着舞者的这样的缓缓的速度，慢慢的速度去做这整场演出。原本全长是75分钟。就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慢75分钟，然后舞者那个肌肉做到后面都在发抖的状态。我原本自己也有跳，但太累了。但是不是 是视角的问题？我觉得身为一个创作者，后来出来看才发现说，原来当观众还渴望看到一些什么东西在这个作品里面，所以才愿意跳出来这样。哇，那你当时一零一很大胆，就答应了他，就一起进来这12个月的历险记。那我们很好奇，你们一开始在合作的时候是怎么样互相沟通，然后怎么到今天？其实我们今天有听到声音的助理是非常细致的，我到处走啊，我甚至都我们刚在讨论那个，刚有一幕钢琴的声音的喇叭，其实就是在那个访客跟上面。然后阿哲的即兴声音是变到旁边去，所以这整个处理都是很，我觉得都是经过很深层的思考才有这样子的设计。那我们就会很好奇，这个跟崇威这边的互动，可不可以让我们也身临其境一下，再给我们听听。当初会跟崇威合作，其实就是缘分啊。因为一支的促成，还有，因为我之前也做了一些作品在生养实验室，加上我现在的作品其实对肢体也很感兴趣，所以我也很好奇，就是舞者进到这个空间会怎么样，演家会怎么样去工作。前期工作其实我花很多时间在聊天，然后那个聊天就是。让彼此比较知道我们所想象的那个空间舞台的声音是什么样的状态，还有它整个商户它的调性和意向是怎么样？对，所以从很多的聊天，我可能现在也忘了我们聊了什么，就是天南地北什么的聊，包含就是问，就一直问，像我的耳朵，我觉得现在 level up， 我耳朵变厉害了。因为我一直问伊琳说这个声音是什么，然后怎么样听到那一个像是像噪音，就是还有很多声响的质地。然后因为其实 Ambisonic 的空间它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因为它不是只有指向性，它可能那个包袱感，你的声音，因为作为编舞家，你可能会想要一个温暖一点的声音，这个对做技术人来说。比较抽象，但就是在来来回回沟通，有时候可能会让他听哦，现在这个声音它的距离感是怎么样？那个声音的距离感有一点不一样。那包含刚刚婉晶老师提到的钢琴那一段，我们是把它放到那个房子的上面，可是那个房子上面那个钢琴的声音来源，我们是想要它是有一个距离。所以我们把那个声音拉到有点天上，就是它不是直接的，就是不知道是从前面还是后面拉拔来，它其实是在那个屋子的上面，但是同时下面有一些波的声音，它是一直在绕圈圈，所以变成你在那个空间里面，你如果耳朵有打开的话，会发现。他的这个旅程跟一个在空中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然后刚婉玲老师有跟我分享，他站在不同的位置所听到的感受不一样。这件事情也是我们乐见的，因为当初会去做这些设计，就是也在等于说，其实Ambisonic 有点像是声音的空间感，空间设计。要拿
我觉得可以讲的东西很多，因为我跟陈辉讨论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哦，那我先问一个有趣的哈，我们慢慢，因为其实我们之前都认识，然后我真的好奇，我今天其实跟他只有，我曾经跟他一起演出过，他弹贝斯弹吉他，我弹键盘，然后是十几年的前的音乐节，那我今天一来我就说，你为什么被关在那一间里面？然后我说，我是希望看到你在中间呐、啊，你怎么可以把这么帅的我的吉他手关到那个房间里？然后他就跟我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我现在请那个阿哲说，你为什么被关在那里面？嗯、好不好？哎，你犯了什么罪？没事啊，好。因为其实我们第一次来场看，然后他们就导演其实是很在意合作对象细节，然后就问我很多有的没的、啊，其实我都没有在听。但是我觉得场看完我这个感想，就是这么多声道的设计，然后应该要让我们本来发出的声音降到最低，甚至是零。然后让系统去运作所有的声音的发生，这个才有趣。然后当时的 sound engineer 跟我说：“哎，其实都可以啊，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其实我也没有在听，因为我第一天我就觉得把我们的声音关到最低是来这边最有意义的事情，不管后面发生什么事。所以我就从那天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参与其他细节，因为我只 focus 在这一点。可是我怎么记得好像那时候决定把你没有决定把你关起来，是因为那个洞它本身的声学设计，我们如果在里面看表演，听到你的直接音跟那个喇叭的扩音会有点 confuse。哦，主要是，但就是为了第一天我就觉得我就对对对，不太明白。然后后来全部人都觉得把你关起来是最好的。你第一天就觉得是去年对第一次场看对那个场地，大家去过的那个场地最到现在还是最重要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对了，应该要让那一些事情，然后改变我们的方式，这样才有有趣的地方。这样，因为平常比如麦克风，大罗耶，随便唱的话是好听，但是那不是重点，重点是要怎么转换这些东西。哎，好了。因为我觉得这过程里面，其实我们谈过一些，在更早期的时候，就是阿哲到底要不要谈现场，还是说他在一个房间，就是这里有很多房间嘛，我们只要把线牵好，他一样弹奏，他只要看着 monitor， 他还是可以看到舞者，然后他还是可以现场演出，现场他不在场，他声音就很直接就进到，就 line in 就进到这个系统里头，又就会播出来这样。可是它的存在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我作品里面一个说书人的角色，他不得不在那边。要是他离开的话，其实我只要预录好他的声音，跟伊里做的音乐没合在一起，甚至我可以调到一个更有方向性的音场、音量大小等等的，就全部都设计进去。然后我还可以省一个人的钱，就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它的存在是必然的。所以为什么把它关起来，是因为现场的设备环境的结果。我们希望观众可以真的听到这49颗喇叭跟四颗低音所。最最直接的一个聆听感觉，不然就我自己几次我们还没盖那个透明屋的时候，我一直被阿哲的现场直接音干扰，就我都会一直去看他，然后就没有办法照顾到这个眼睛的观赏。嗯，的确是，我其实对于这整个声音的这样子结构性的呈现啊，还蛮惊艳的。也就是觉得啊，原来这个空间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我可能之前也曾经有这样设计过，但是今天我是第一次看到。那我特别是今天也是第一次看到在这个空间里面，观众的游走，而且是真的跟就在舞者旁边这样子的一个非常非常具象。我现在不能讲说那好像是去那个野生动物园的时候，就是狮子就在你旁边，但是那种开心的感觉是非常感动的。
那我今天也非常敬佩的想跟陈维说，我觉得你们真的让这个空间有不一样的生命力，因为你们不一样的想象方式让这个空间有了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在这样的空间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是我啦。那我想我们还是回到商部这一个主题哦。我记得之前我在跟陈维讨论的时候讲到这个他最从事最久钻研最深的一个接触式即兴这个东西，因为我本身也曾经担任一些接触式即兴舞者的现场伴奏。那接触式即兴是在今天的演出里面也是让我们看了眼睛有湿润的一个演出的形式。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过去在接触式即兴的专业，跟这一次我们后来整体上在肢体的设计上面舞蹈设计上面在这个接触性的这个关系。就我编舞在寻找动作的这个最起初，就当我第一天进到排练场，我跟舞者在找动作的时候，我就是用我擅长的这个接触即兴的舞蹈方式来寻找动作。那在这个寻找动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试了很多，可最后都是把它定下来、编下来的。就是大家今天看到这一场，其实它没有跟其他市场不一样，就是都是一样，但是人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就像昨天演了三场，第一场大家就超有精神，肌肉刚睡醒嘛，然后来暖身，然后就超好了，大家就很有力气、很有精神的跳完。那第二场就是力量被减弱了，就是体力被减弱了，所以大家就在一个其实我喜欢的，就那个不太高昂跟不太弱的一个情况。那第三场的话，他们就很懂，他们就已经你看40分钟，然后他们要这么慢，然后要托举，然后要把人家放回地板，改变重心，就地心引力，你要拿两个人重量，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吃力。那我们在寻找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用很多不同的角度去找到这样的练习，去训练很久。不过接触即兴对我来说真的就是一个舞蹈方法而已，跟寻找方式这样。那这里面其实我觉得可以谈到的就是人跟人之间的接触了，跟那个重量真的来的时候，这件事情到底我们要怎么处理它，然后还要把它移动，就很像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要怎么去解决它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又用很慢的方式来做的时候，它就完全零动力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动力的情况下要做，就更加的难了、啊，更加的难。所以，大概这样吧。如果是谈接触即兴的话。那么我自己其实这个作品，最初是充满着遗憾去做它的，因为这要谈到我当时产生这个作品的想法，就是我那时候人就因为文化部的关系，我有一个机会到巴黎去那个艺术村去驻村，然后在那个时候，家人过世，那我家人过世的那个当下，我其实回不来，然后从小就跟着那个家人一起生活长大的这个情况，就觉得很难受了。然后一回台湾，当然就结束驻村，一回台湾就赶快去领悟他，就是去看他这样。然后那个遗憾就一直留在心里啊，就觉得说我来不及道别。那一年就是前年，然后去年在这个时间剧场做这个作品之前，我一直在想说我到底要怎么样去表达这件事情，就是那个来不及。所以大家今天看到慢不是为了慢而慢，而是我想要争取更多的时间，我争取大家更多的时间来把那个再见说完这样。那你在跟 Mili 讨论关于这个生物这个 core 这个核心的时候，你们之前跟对方 Mili 还记得吗？你怎么转换成为的这个生物？因为我也有类似的经验，但现在反过来，比较是我在台湾，但是我国外的朋友过世。
人生都会，就很多事情很难讲吧。对，那告别，后来我在想告别这件事情，这样就是错过了嘛，然后会一直留下遗憾，那遗憾可能就一辈子，然后就是挂着，但你还是要一直走下去，就然后你已经离开了，不可能叫他回来，他就是离开了，就要接受他离开了。我今天听到那钢琴声音出来的时候，就有这种感想，就是。仍然可以继续灿烂的活着，但是这个遗憾还是跟自己在一起。我们光是找那个钢琴的声音，其实 argue 了很久，关于说我们到底要不要沿用钢琴，因为上一版就是钢琴，可是它是 keyboard， 它是 keyboard 所找到的声音，就它是假的钢琴这样。因为进到这个空间，好像像电子音乐，它可以做的。事情你会音色上面的调整有很大的幅度，所以一开始还在甚至在想就不要用钢琴好了，用一些其他的乐器的声音，然后因为这一个作品我们用了非常多波的声音，就阿哲的波，我那时候录了几个波的 sample， 对，所以整个贯穿这个作品可以听到有低音、中音、高音的波一直存在着，甚至那时候在想说，钢琴这一段是不是就用波来演奏？但是怎么调都觉得，后来就觉得钢琴这个调性最合那一段。钢琴有一种很自然的把听者带到一个怎么形容它？钢琴对，就不知道该怎么说。那个旋律其实，那个旋律我现在可能没办法很，因为在半年多前呢，我脑袋可能那块记忆没有很清楚。但那时候好像有点半即兴的状态，把那一段旋律给弄出来的样子。对，好像是我看着你弹。对，我想起来了，是我们那时候在小洞工作，然后有一个 keyboard， 看着那个舞者的身体。我现场去即兴弹出来的，对，那时候好像是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在那个当下产生的一个蛮直观的、蛮直觉的音乐。那其实阿哲你在演出的时候的即兴也是当下很直观的看到舞者的动作吗？其实因为徐导他蛮多的舞作我跟他合作。的经验来讲，可是之前你们也合作过。对，然后跟其他现在我不太一样，因为现在我好像就是力求精准力与美什么什么的，虽然我都不再去彩排，但是还是得要求这个。对，但是后来有一次我就排练，然后我是开心的开始玩，然后我突然发现了一件事，就是我好像是要陪舞者跳舞才对，什么声音什么的其实都是第二层，对，因为每一种东西都有一个主题。然后从那一天在北投的排练室，我突然开悟我应该好好陪伴着舞者跳舞。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管做了什么事情，不管是用弓还是用弹，是用唱还是讲笑话，没有讲笑话吗？今天有唱歌。对，用唱的。所做的任何一切，就是只是为了陪伴舞者在那个当下。所以自从那一天之后，我就再也不构思什么即兴不即兴。编好不编好，因为那都不是重点，重点就是你在当下有没有好好陪跳舞。然后有时候可能没有好好陪，他们就会发现，然后那一段好，不好意思，下次改进这样。对，因为有时候自己，可是这样反而让自己更累，因为我也完全的就是，你也是舞者之一，也不是这样，只是用乐器秒攻嘛，秒攻底下板带起西村，就是认真帮他们办事情，尤其是这次又有提起。所以，对，反而这些都好像别人再怎么跟你讲，甚至你去学习，像学习的，可是就突然有一天，我突然觉得这才是最大的重点。所以这是妙中的成分。所以老师刚刚问的是什么？刚问的是你跟当下跟舞者一起的互动。讲给他们听的时候，就是跟舞者聊天好了，就是说敌不动，我应该就不太会动。但是其实就是要。
他们给我能量，我运作之后，我原本以为就这样而已。可是有一次他们跟我说，我其实无神也可以接收你的能量。对。但是后来又在发生事情。对。所以陪伴他们叫我可能是对啊。嗯，所以其实你也非常要需要集中精神。对，我刚讲为什么会变得比较累，就是因为任何时刻，像有一场，不要讲哪一场，就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狂生。对，可能是因为吃太多他们的便当，然后真的那一场就比较不如预期。哎，那今天没有吃便当是？哦，我就觉得比较好嘛。应该都是八十五分起跳。哎，然后吃便当38分，好，没事了。今天其实我们在外面听你的声音非常漂亮。哦，对，老师，这些都不是重点。阿哲有一个很，我不要说厉害吧，但是就是啊，不要说很厉害了，特质嘛。然后以及说他在那个房间里面所不能去理解我们大家观众所听到的声音是什么，因为他听不见，他听不见那个音场，然后他只能凭他的这个。他有一个监听，但是那个监听跟音场还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你今天说一个什么？你先说一个晕眩的一个事情，对不对？有一个声音会回溯到你身上。我们今年那个彩排的时候，然后就聊天聊到，就是有些人在那个空间会有一些不自主的晕眩，然后我记得去年来的时候有一点是因为我觉得声音很干。然后我天生就晕眩症，雪上加霜、哦、就会有一点点，对。然后我就想说，这边眼珠是要发耳朵带还是怎样？因为有时候会蛮严重，突然就好像撞到那个胶。我们晕眩症的人是这样，对。然后我想说啊，来这边就尽量来，可能习惯，对。可是偏偏关在那个小房间里面，然后看到的事情跟外面的震动，还有我做的事情都是分开的时候，我前天有点小发作，我吓一跳，但是我很感激。就是在发作的状况下，可能会发作，但是没想到，会是因为又多一个小房子更严重的，但是也是一种还不错的体验。好奇，那个尤其有一位工作人员，他也说他常晕眩，所以很有趣。因为我们一开始就那个波的声音嘛，波的声音其实本身就很容易让人晕眩，跟敲个波，有些人光听波的声音就会晕。但我那个是从头放到尾，我蛮好奇，我想问观众有没有人感到晕眩，就是听的那个声音。我觉得我这次发现我快要晕的时候，我就移动我自己，然后就感觉说，可以有些。老师，我没有地方移动啊。对，所以你的房间要盖宽一点。是卡在讲。我想现在7:40几分，好，现在20几分钟，我们先。开放观众的提问，好吧？因为也许从伙伴们的提问，我们可以更集中，来分享我们的想要知道的部分。请问现在有没有提问？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空手会倒？就是这是一个声响艺术节，一个声响的东西，为什么会找了一个身体的创作者来加入这个创作？那这个应该要问主办单位，他们策展。哦，我知道，我跟不对，我就是因为退票给大家，然后我必须要，我还是得把它演完，然后自己做一个影像记录这样子。可是自己演完就是挺孤单的啦，所以那时候我广邀一些本身舞团的一些贵宾们。然后请他们来看，然后给我一些建议嘛，因为毕竟大家的经验可能会比较丰富，就给我一些建议。然后来看的这个结果就是有了今天这一场这样的邀演，所以就是透过那一次，然后那时候有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因为阿哲演奏的乐器很特别，然后他是拿印度的西塔琴。然后以及像萨满鼓，然后他的摇铃，然后他一些手中可以发出声音的东西，其实他不插电都可以发出声音的这种乐器，
吸引了邀请我的这个节目部的主任，然后他希望这个空间可以透过阿哲来做一个诠释吧，这样子，然后我就陪伴进来，这样，我觉得他是一个其中之一的缘分的，没事了，好，下一位，谢谢你好，这样，这是原因。我想问一下，因为我就是有被退票的观众，就是我想知道，所以去年在实验室的时候是有开放这样子观众游走吗？那如果对在实验剧场的时候，那如果没有的话，那在整体编排上是不是有做很大的改变？为了要让观众们去更近距离的接触。反正都是疫情考量啦，然后那时候没有让观众行动，那时候用了一个方框蛮大的，我记得大概有没有十几公尺的白色方框，然后房子放在里面，舞者就在里面，然后观众就是坐在石边，所以你在你的这一边，然后房子，所以你就只能看到你眼前的东西，你看不到房子另外一边的东西，那也是我设计进来，因为我要把我的遗憾架到你们身上，所以要让你们看不到对面的事情。那样的情况下，好多观众他都规避你们，就是说，你要不要把你的房子做成透明的？就是他们很想要看对面的事情。然后我就想说，你干嘛看到全部？我说有必要看到全部？我心想，我没有那样讲，说，好，我再想想。然后后来我觉得这个建议对我来说也是挺好的，因为我就这样思考了一整年，来到这边，然后因为这个空间的大的关系，我如果再放观众时，其实我们能跳舞的表演的区域更少，但是那个对我来说是很别扭的事情，于是乎我就对，就想要给观众去自己去行走，然后尽管就是结果演下来，尽管观众自己行走，还是有自己看不到的东西，看不到的时间，看不到的地方，于是那个遗憾是自己得来的，就不是问题了，这样子，所以说，我后来还是没有把房子做成透明，因为那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间房子，实实在在的一个坟墓，然后你可以在里面看到一些不同的空间、时空，这样。但是我有偷偷开门给大家，用一种偷窥的方式去观赏，可是上一版是没有的，上一版就是不给看。所以只有一边的观众看到那一组双人舞，这样最差别大概是这样子。那我很好奇，那画图的部分是谁的朋友？对，是谁的朋友？就是我把版面变大了，原本只有一面墙有，就是也只给观众看，还是让大家遗憾。然后这次因为大家观众行走，我就觉得说应该可以发生更多事情。不然，慢慢的，大家好像也会无聊，就，心态上来说的话，就是让它发生，不同的事在不同的面向。所以，我今天像我看了五场，然后五场的观众都很不一样，大家都会寻找，不管你要坐着站着看，或者你要偷偷看，或者你要怎么看，或者有人就是不动，他就从头在一个角度看，我就觉得很有趣，每个人的选择都很有趣。有些观众会自愿得到一种遗憾。我觉得都是看完之后才跟我讲。哦，我刚那边，但是还是很开心，就是看到了一些他自己真实的表示。对。好，还有问题吗？请问客气。这个食堂请问到很多，就是里面的舞者代表不同的角色吗？还是他们是象征什么？对，他们有时候是人，有时候是不存在的人，然后我觉得都是人吧，应该没有动物，里面应该没有动物，但是就是说，我区隔了一些空间，然后包含说那个人是谁，可能是亲人，可能是家人，可能是陌生人，然后你会看到他们各自的角色在一些时候会以谁为主角，
而变成是他的谁。可是同时，这个人同时可能也是主角，所以他也会回应这件事情，在可能在同一个剧情里头这样。可是会回到说你到底在看谁？所以他就会变成主角，然后那些人就会陪伴进去，然后不管他是热的还是他是冷漠的，对，这样子，然后有男有女，都形成我们生活中有时候对应的不同的关系，这样。我觉得我想要问一下，就几位老师好，大家好。然后想询问演奏者，就是刚刚提到说，心情是怀抱着一个跟着一起跳舞的状态，但好奇说在那个房子里面，你会怎么感知，或者甚至当有观众的时候，他们可能挡到你的视线，是无法看到舞者等等这样子的情况，你会在这样的心情中是怎么感受到，或者说怎么去做到跟舞者一起跳舞的这件事情，或者是这件事情本身也是预期中希望是这个状态的呢？然后另外一个是想问导演，很好奇写在墙上的句子字句是什么，或者是其实你想要保密也没关系，就是刚在看的时候那个字句随着时间慢慢消失，其实没有全部看到。谢谢导演卷吗？先等一下，啊，不好意思，感知哦，其实你讲对，因为其实哦，我原本就是想说偷懒一下，然后请肌肉别人那个模拟者帮我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我有一个习惯动作是加50块音乐，它就会变大啊。然后可是正要开始之前，我突然觉得不行不行，一定要更有趣，又来，有时候要害到自己。所以后来就回生物本身的本能，回归到生物本身，因为其实声音是有频率嘛，对。其实我在房子里面频率变大。音量变小，很有趣，就它那个震动是大的，就是你把那个隔板拿走，震动就变小，可是音量变大了。所以，我就突然发现，哦，原来这一次这样 setting 的时候会有这个效果。所以后来 monitor 甚至会都没有什么要求，就是靠那个震动。然后我为什么会这么做，是因为常常听到那个，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做一些很特别的活动，然后有一次是遇到一个好像是听不见的一个 model 吧。然后他常在电视讲说，他会靠地板的震动来走秀。然后那次我遇到他，我说：“听你在屁，如果你是水泥地怎么办？”他一样弄一次给我看。那我就觉得哇，这是真的，对。所以从那次之后，反而被他开启那一小段的频率的感知的过来的能力的。所以这一次也是这么操作，完全跟什么听什么都没有关系，因为我根本没有在听，听不太到感觉。然后再来就是什么？第二，跟舞者一起跳。对，然后呢？看不到，看到还有观众。看不到就算了，其实有一观众很故意，他知道你在看，他就故意在你过来一点，就故意挡住舞者，尤其是上了年纪的阿伯。这样讲不太，我已经在 cue 某一个人，大家都认识哈。对，然后就有些观众其实他是。很明明就很意识到我在看这个事情，然后他们还是会把这个事情挡住这样，然后这也没有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对错，就是再去看一下影子，再去看一下旁边的观众的反应，就大概知道到哪里去。可是如果你要求超精准哦，可能还是会变导演嘛。如果有导演在意这一点哦，因为就是有人挡住了，可是不能这样去回答，所以要用其他的方法。其实也是另外一种感知，对，可恶的故意挡住，大概是这样。我想这过程中，我们其实经历很多次排练跟彩排，然后每次都在找一些更好对应上的线索，可是就是很宽的，就是你可能看到什么，你可能听到一个什么时候，你注意一下那个东西来了或准备了这样子。那可是因为人还是有每天不同的状态，包含演奏者本身，所以就是我们一直在互相照顾那个状况，所以也不能说要精准到一种编号，怎么讲，
就是有一些作品它就是那样就不对，你一个角的高度不对就是不对的那样，但是我接受那个人的状态的不同。你可是理论上这个问题应该是舞者更严重，因为有些观众都是打在他们的路线上。对，那你没有去跑？有，其实这几场有一些观众是活泼的，他就是跑来跑去，然后那个舞者其实很受观众的流动的影响，而还要维持自己的速度，然后包含说位置，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反正这空间是火的，你们必须要应变，在一种不偏离太离谱的情况下，就是想办法去迎接这些观众，因为观众也是我设计进来一起参加这个仪式的各种人，所以你们跟着走，你跟着一队走，然后观看这一场，不知道属不属于丧礼啦，但是观看这一场仪式这样。然后我刚刚的部分是写在墙上的这个写，这个是跟舞者后来讨论出来的。就是关于写字或画图这件事情，其实语言应该说语言很多时候让我们理解一些事情，而同时让我们误解一些事情这样。然后我的爸爸，因为我们家做丧葬的，然后我小时候就陪伴他们工作的时候，就有时候会在一些环境等他们。然后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在创作的时候，创作的起初就开始找自己的时候，就找到这一块东西。然后我爸爸就跟我讲说，因为他可能做了很多场，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一样生百样死啦这样子。然后我就听进去了，就是说每个人都一样的出生，可是因为你的生活不同嘛，最后死法也不同这样子。然后我就听进去了，可是当我去到印度之后，我就跟阿哲学长，练习去印度，然后就发现说，哦，原来死也就死掉了。这件事情就死掉，但我没有死，我不知道死后的世界是什么，我只能想象。所以我后来就更好奇，那活着是什么？那跟舞者这样一番的讨论的情况下，他后来寻找到这个叫做五欲于生，五欲于死，大概就是用文言文，就是跟你讲说，你在这个地方出生，最后你也从这个地方离开，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还有一些是我们的心意，就是说我们其实不想说再见，可是势必还是分开了这样子。所以在这个文字里头，我们只尽量用点缀的方式去形容，因为它如果大到占据你观看完整个作品之后，你只记得那些文字的话，我觉得大概我也就失败了吧这样子。所以那些意象、那些抽象跟感受的东西，应该要跟这些只是互助的这样子，对，大概是这样吧。如果说文字的话，好，我们再开放最后一个问题。可是我们刚刚有不知道观众有没有听，在那个环境里面听到一个咔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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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破碎声，有吗？大家都刚刚在那个房子旋转的时候，猜猜看那是什么声音？对，因为我们还蛮好奇大家怎么听这个。是从听觉上面得到 information 是什么？最后一个问题让导演问大家。用猜的没关系。玻璃破掉吗？不是，但猜猜看。有奖品吗？对我觉得一定有人可以猜到，一定有人可以猜到。说是什么关节？很接近，但不是。这大家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吗？他已经惊艳到吓到讲不出话。其实我们应该要弄出来放。那听那个声音有没有一种身体上面的感觉？
觉得不舒服或者是没有牙齿吗？大家有没有听到觉得不舒服？没有，因为它已经化解成一个还蛮漂亮的声音在那的空间，真的、因为我们自己录的，所以会有点不舒服。当时还没有把它编进去的时候是单听素材，因为 那一段的素材，陈威是想要那个烧火柴的声音。然后坐在那个 Gaga River 的时候啊，恒河的时候，有一段河滩，两段河滩，一个是佛印度教，一个你什么宗教都可以的地方。然后我不知道阿哲有没有在那边坐着过，我就想办法坐在那边。然后其实他们有点严肃，也有点不严肃，反正我就听到火柴和火烧的声音，木材跟烤肉的味道。人被烧掉的时候，就是烤肉的味道。然后最后他们必须要剪骨头，男生就是拿一块胸骨，女生就拿一块臀骨，然后就是放回去那个恒河里面，这样子换回去。可是那个声音对我来说就好裸露，然后好残忍，然后好最后这样的感觉。所以我那时候。当阿哲曾经在一个演出团合作的时候，他就放一个类似像火烧木材的声音的时候，我就又把那个东西讲给伊琳听的时候，我们就再去找这个声音。那后来某一天早上起来，我们就想到要用骨头的声音，然后我们就录了一些骨头的声音。可是因为骨头的声音不是说录就很好，是活的还是死？当然是活的。里面骨螺是我跟陈威的骨螺声，但因为不是说这样子就有，我可能这个地方有，我可能这个关节有，或是这个膝盖有，所以我们要找可以转出那个声音的骨头部分去录音。所以我好像是肩膀吧，对，肩膀，对，我是肩膀，我知道你有一个地方。就是它的声音的厚度不同，它有的比较脆，然后有的就是闷闷的这样子。我的是脚踝，我是我的左脚踝，所以你的左脚踝贡献蛮多。这是我的左脚踝。但是如果你们再回去学，就是这个声音在表演里面有听到。如果再回去听那一段，可能会觉得有点恶心。对，如果你们有一个画面，就像那些骨头这样咔啦咔啦咔啦这样子。现在那个声音就是真的很有生命力的感觉，就会觉得它是一种跟生命有关系。对，因为就是。因为那时候我正好在喇叭旁边，不仅它会绕。对。我们其实，在想这个空间的时候，有一次，因为这个空间可以做到是拟超级拟真的一个环境。他就是说，你可能在这个街上就放了一个360的录音的一个器材，然后那边有个阿伯在叫卖20公尺。那你最后你把这个声音放回来到这个空间的时候，你站在中间听，你就可以听到20公尺那边有一个阿伯在叫卖这样子的这么真的事情。所以为什么选择为什么用波然后环绕？其实我们想把大家放进那个波里面，然后。去营造这个环境，包含骨头，我们能想把大家丢到火堆里面，这样子，就是当初在设计的时候，都有这种环境想要营造给大家的最起初的想法，所以才这样设计。果然是不同凡响的声音，我刚刚听的时候觉得这很特别。还有吗？最后一个问题。那我来问可以吗？我想通过这一次这么精彩的演出啊，特别是看到台湾三位新生代的艺术家，阿哲你算一半新生代，参与新生代，对，可以把这个空间用得如此淋漓尽致，真的十分佩服。那我也会很好奇说，好，经过这样子一次的历练，这一次真的是历练哈，长达12个月的工，more than 12个月的工作，那之后下一步。因为这个经验，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或期待想法？或还没有也没有关系，只是我会非常好奇。那我把问题推到你身上。我想做导演先。
我是在想说什么时候还会再来再说了，就是再来很好。我是在想如何再找伊犁再找阿哲继续合作，因为我不太喜欢烟火式的创作或者这个所谓的发亮这件事情是什么。我喜欢一个一直不断往下挖，挖深挖宽的一个创作方式，所以一旦遇到很和谐或者是很能聊，尽管不一起创作或一起只是可以一起激荡的这些创作者们，我都很想要继续下去，尽管我就厚着脸皮去缠着他们这样子，所以就还在想如何去找到某一个机会，然后也许那个机会以考量的关系，可能适合伊犁，可能适合阿哲，这样去再一次跟他们合作。所以我不晓得他们还会不会想跟我合作，但是我觉得说那一个。反正我这条路会持续嘛，就如果可以的话，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真的很棒，你公开的邀请了两位。我有上前几天就有在跟陈辉讲到，我们大洞的生意是上半年做好，然后下半年读者才进来的，然后这件事情让我感到是有点遗憾。因为我看到舞者的身体之后，我其实觉得我应该要现场演奏，因为每个可能每个编舞家的那个肢体的调性不太一样，然后我觉得你的调性需要有现场能量的东西，然后做好了电子音乐，它显得。但是这是很主观啊，是我隔了大概好几个月再回来这个洞里面去客观的看跟听这个作品，我会觉得电子音乐有一点距离，它好像跟舞者之间还不是那么的 close， 对。可是这是我自己主观的感觉，就是当我做完隔了一段时间没有看没有听，然后再回来看到的时候。所以我那时候我跟你说，我觉得声音是可以更好的。我做每次做作品，我倒是觉得做的不够，有点不满足。也没有说不满足，好像只是觉得，就刚刚说的遗憾，就看到我这个身体，觉得好像会有另外一种对话跟说话的方式。对，其实对我来说已经。超爆好了，就是对伊犁做的这个音乐，然后阿哲的现场演出，他们其实在音乐声音上面一直在时间上互补，不是音量的问题，而是空间的问题。那对我来说已经超，如果伊犁真的可以现场演出的话，那应该就是真的会很。我相信状态会不太一样，因为像现在这个洞，我们的生场设计它就有一定程度上面的要先定好它的生场的方向、位置、距离等等的，它是一个庞大的工作。那当然，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工作了半年在这一块。不过，就是如果是论身体跟声音上面的。对话跟合作性，现场的东西那个能量又不太一样，他没有对跟错了，在这个状态当然也好。但我觉得那个先后顺序的确也是我该去思考的，因为我一开始真的也就是因为它就是我曾经做好的作品，但是没有发表，所以今天新的展现的时候，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新的作品再发表给大家的时候，我那个心态是，其实我舞蹈已经准备好差不多了。然后我萃取了几段下来跟伊犁工作，说好你就给我六段，然后每段是六分钟，所以我们有很固定的一个时间。我另外最有趣是你舞者不一样，是出来的状态就不同。嗯，这是用的舞者不同。对对。嗯，所以
我觉得这个是后来伊犁跟我讲说，他如果先做音乐这件事情，再做舞蹈这件事情，其实是很，他也没有不好，但是我觉得他就少了一块东西，就少了一个东西。后来，所以我去思考说，我应该把舞蹈跟音乐一起制作的，应该是要这样子。所以我当时的安排，我上半年做音乐，下半年做舞蹈这件事情。后来经过上半年之后，我就去反省。我今天真的看到厉害，你们不只是有勇气进到这个场域，而且还有勇气很好的来自己一直在反省说怎样更好，蛮感动的。阿哲你呢？其实对了，作品大概就是这样，然后作曲家跟舞蹈家完美结合嘛，好。然后其实我在里面都是想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就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哦，就是我有一天在里面，然后我突然想起我小时候，因为我是因为喜欢世界上的音乐，所以才开始决定要去做这些事情，而且是国小到国中那个阶段，因为家里是原住民小孩，所以就是会比较喜欢一些律动什么。然后我从那时候就立志，绝对不在电脑前面工作。做音乐的话，然后我也立志，不是立志，我每天在屋底下不能超过八小时。屋底下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能在室内太久。所以现在，这是我的习惯。要超过了吧？所以有时候墨菲定律嘛，你最怕什么？最讨厌什么？就完全就一次就定义。啊，所以就是一次门，又数位，然后又屋顶，然后还那么小的一个房间这样。对，但是其实这也，但是我又还算是有个好处，就是当这些挑战出现的时候，我反而也是蛮享受的。所以对，虽然跟作品无关，但是这一次让我回想起这么有趣的事情。放宽一点啊，16小时。你就坐在里面哦，你至少要啊半户外哎才可以，对，每天都要。好了，好了，那我工作完全相反，我都要被困在电脑前。只有没事了。对，我们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所以我们工程师启佑，对，要找鼓掌，对。我想时间差不多了，好，那我们再一次谢谢三位艺术家，三位艺术大学，你们都是我在不同时期遇到的人。好，20年前伊犁刚回来的时候，我们有一段很深的谈话。事隔多年，看到你这么多的合作案，然后跟台湾不一样的艺术家有这么丰硕的成果，真的很感动啊。阿哲，我倒是很好奇，现在你如果跟你一起上台，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一样啊，大家相信吗？是主景观。那陈威也恭喜你这次作品如此成功。那我真的很开心，在这样子的声响艺术中心，在这个我们的实验室哈，因为我在这里工作很也曾经参与这里的工作很久，也看过很多场表演，而今天的表演真的让我觉得这个实验室又充满了新生命。那当然，我们谢谢主办单位一直给我们这些艺术家很多歌曲这样的机会。